红糖小麻花包嘛，这一箱是40个左右，我查了啊，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，有红糖的，有椒盐的，还有红糖和椒盐混装一箱的，底下有选项，你们可以自己去选。这个我尝了一下，这个挺好吃，我就不都给它拿出来了啊，你们展示，嘿嘿，它这个很脆，然后。它不是很腻的那种口感，这箱是椒盐的，还有红糖和椒盐混合装的啊，9.9一箱，嗯，不粘牙，我觉得这种小零食独立包装的，第一它是方便携带，第二就是它不怕坏不怕潮。可香了。